弟弟吃的生无可恋。吃香一点，弟弟。挺香的呀，我知道。赵博吃的香，让赵博给你演示一下。我给你演示一个吧。一会儿你就挨骂，挨骂的活让赵博干。让赵博给。对。人家就是要喜欢表弟，说你算哪个？你搁这叫，人家肯定要说你的，好吗？挨骂的活来让你赵总干。来，我给你拿一个杯子，我用我的就行了。嗯。快的，用我媳妇的。来者啊，赵玉。啊，对，就这一个。裙带菜哈，宝宝们，裙带菜啊。你这样，你站这儿来，我完了你瞅，我知道你瞅吧，就这么瞅。哎，对。不是，我紧张，你别这样长行不行？你瞅吧，你看你说你小心是咋的？对。对，你好好瞅啊，盯住了。还有吧，洗好的，拿上筷子，拿上筷子，洗好的就那一个，拿上筷子，给我筷子。其实我刚才我就想吃了，刚才是吧？我看你馋也不行了，哥哥，在下里头吧，就剩这些了，是吧？就剩这些，老铁们，真的我要下架了，不行了，没了，吃完了，真的，再吃的话，真的，我就直接带盐我就吃了，真的，再吃，带盐我就吃了，没了，真没了，嗯。是海带吗？这个不是海带，这个叫裙带菜，宝宝们，特别嫩的裙带菜。都是新鲜采摘，新鲜和都捞出来的，老铁们啊，新鲜捞出来的啊，现捞现发货，老铁们，特别嫩，裙带菜，你涮火锅去吃，做包子做饺子剁碎，做包子做饺子，或者是那个做个海带汤，是不是都好吃，老铁们啊，涮火锅都好吃，一箱是5斤重，老铁们，泡发率很高，一斤就可以泡发出1斤半，好吃，我吃过，对不对啊？怎么洗啊？用开水洗吗？温水、凉水都行了，老铁们，凉水洗就行了啊。你要泡发小快一点吃的话，你就用热水泡，它就泡发的快一些。其实凉水就。